我不想玩了。哇，我这刀漏的。哇操，我这刀漏的，我一下他妈的心态裂了，兄弟，我玩的啥呀这一下。也太屌了吧，他照样能追着我爆砍啊。是我不该出这个铁刺鞭吗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我靠，我感觉被砍得还不了手，你知道吗？他奶奶的，没办法呀，这一下。为啥我这波又感觉打他巨疼？我虽然装备跟上次一样，哦，是因为之前他没有开大，然后我直接 Q 到他没开大这样那个状态上，我就应该一直跟他对 A 就是了，对吧？然后早点 E 逼他大招，一逼他大招再 Q 他，直接 E 拉他就行了，不 E 拉他就不行。啊，装备差这么多，你跟我 A 啥呀 A？ 那搞得跟真事似的。我就是破不了他这个盾呐、啊！哎呦，我这 W 轰空了，我 W 不轰空他死了。不是好僵啊，这走一走也走了，我走晕了。哇，能不能站在我身边一次啊？那他妈全离我他妈一公里，老子咋推进啊？操，我他妈惊了，发着信号都发不来的，打架瞎子直接卖我，我不知道我这么好的话你凭啥卖我，老子又没 TP 了，我干你妈。
我没有队友吗？我这不在后边打架，队友到最后突然发现，哎，我在后边，我真的惊了。这不是我先发的请求协助队友才靠过来的，我不知道凭啥。队长